今天在台北市的降雨几率还是有的，大约是有20%左右。卫星云图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在台湾目前整个北方的海面上有道锋面逐渐的形成哦，同时在晚间的时候会随着东北季风增强，东移到东半部的海面上，因此在今天整个上半天的时候，北台湾的降雨几率是略微提高的。至于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雨，之后呢东半部也会出现局部的降雨，其他地方在今天整体说起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在温度的部分，早晚的时候温度还是蛮低的，这个低温普遍落在15到18度，而且西半部有局部13、14度的低温。好，白天的时候北台湾的高温呢会略微上升，大约来到了18、19度，其他地方在今天的高温则是会有21到26度的表现。好，整体说起来，中南部的局部地区的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要请大家还是要适时的增添衣物。好，不过另外一个部分要提醒各位多加留意的就是浓雾的部分了，因为在今天整个西半部清晨的时候都很容易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的状况，行车用路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安全。目前呢，在嘉义县市这两个地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气象局因此针对这两个县市发布了浓雾特报，如果说要开车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加留意了。未来这几天的天气走势是如何呢？帮大家整理出来。在今天来到了礼拜三，北部东部会有局部的降雨，不过要告诉大家，从今天晚间开始封面就会报到了，因此从明天开始一直到这个跨年元旦假期，也就是礼拜天，东北季风增强之下呢，在北台湾还有东半部会明显的降温。好，中南部的部分呢，日夜温差是蛮大的，同时到时候北部还有东部的降雨是很明显。因此啊，这个跨年夜要看烟火，或者是元旦想要去欣赏曙光，在北台湾的部分恐怕必须要碰碰运气了。好，在今天的天气小叮咛，我们要告诉大家，北部的降雨几率在今天是略微提高的，同时要特别留意的是，早晚的时候温度还是偏低，中南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夜温差很大。另外就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加小心，因为在今天清晨的时候，西半部整体说起来这个浓雾的状况都还是有的。以上就是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